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欢迎我们师父啊，净空老教授莅临。大家请坐啊，请坐。大师，诸位嘉宾，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最后的一节课了，三天辛苦了大家啊！昨天晚上我看到的晚会，晚会好像是满座了，而我们每一次的讲习确实很多啊，让我感到啊，我们这个活动不如办一个文艺晚会。实在的说起来呢，大家对于眼前社会的秩序、地球的灾难，还没有到真正关心的程度啊。我们曾经有过两次与驻联合国的大使们，我们举行了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很有内容啊，大使们说我很敬佩的，用佛法来说，个个都是菩萨啊，没有一个不关心现在社会的动乱、灾难的频繁啊，怎样能够化解啊，甚至于把灾难减轻到最低的程度啊，这是非常难得。那么也有人谈到啊，世间人
有善人，有恶人，有好人，也有坏人。这究竟是会什么事情？归根结底，还是教育出了问题。中国古人懂得，我的直觉让我想到印度婆罗门教，他们的历史有13000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深深地相信也超过10000年。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文字跟文化了，我觉得是两桩事情。中国文字的发明到现在是4500年，皇帝时候发明的。那么我们的文化，我相信不止这么长的时间，会超过很多。古人那个时候的环境，我们能体会得到。虽然没有任何科学技术的发明，他们的心是清净的，除了每天觅食之外，观察大自然的现象，时间久了，我们懂得，有确实有所谓无师自通，能不能通呢？在佛法理论上讲，决定可能。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特别是在中国唐朝，距离我们还不算远，大概1300年的样子。中国禅宗出了一个不认识字的祖师，慧能大师，他无师自通。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在他24岁的时候，年轻人呢，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是个樵夫，靠每天到山上砍柴，挑到城市卖了柴之后，拿着一点钱去买粮食，供养他妈妈而孝子。偶尔有这么一天，他卖了柴了，拿到头钱想离开了，正好这个地方是一个客栈，小型的旅馆，听到房间里面有人念经，他听了一会感到很有兴趣，觉得他能听得懂，等待别人经念完之后，他去推门向人家请教，你刚才念的东西念得很好听，你是念什么？这是一个居士跟他一谈，觉得这个人是天才，不是一般凡人，人家念的是金刚经，
《金刚经》上有相当深度的奠基，不是那么容易懂得的。那么他听了之后，向人家请教。这个居士跟他谈得很投机，发现呢，这是佛门了不起的一个人才，希望他到五祖那里去求证。那么他家里一个老母亲没人照顾，他不放心。这个居士很难得，很发现。给他十两银子，那十两银子他一年也赚不到那么多。找了一些同修同参道友，照顾他的母亲，叫他放心前去参学。他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这八个月在形象上他是一个义工，在对方里面冲米破柴，做这些苦力，这是表面的。实际上呢，那就是参禅，一般人完全不知道，知道的只有他自己跟五祖仁大师。别人不知道，住了八个月了，五祖观察到了，这暗中观察，他成熟了，就发表传法，让这个弟子们每个人写一首偈给他看，果然开悟了，他就把衣钵传给他。那么最后的结果确实，五祖选中了仁大师。在当时状况之下，一般人不服啊，认为五祖老糊涂了。怎么把衣钵给这个人，不认识字那个人，在这做义工的，为什么传给他？这个情形我们也能够理解。五祖的弟子里面，神秀是很出色的一个人，大家都认为衣钵一定是传给神秀的。神秀自己也很清楚，在这个政务上确实比不上慧能，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他不争这个衣钵，承认自己没有开悟。仁大师给他讲《金刚经》，我们相信那不需要用经本，讲《金刚经》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仁大师说了一首偈，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不动摇，能生万法。实际上就是讲这二十个字。五祖听了之后说：“可以了，不必再说了。”衣钵就给他，让他赶快离开道场，去藏起来。那是盛唐时代，是我们中国佛教黄金时代。
啊，为什么叫他藏起来？有人不服啊，有人不理解，有嫉妒障碍啊，让他到猎人队去藏身，躲避了15年，这么长的时间，缘成熟了再出来。嫉妒障碍，无时无处没有，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有找麻烦的。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的堂弟，也跟佛出家了。啊，他也有一些途中，六旬比丘，啊，出家人，啊，专门破坏佛法的，啊，他们的行为都是负面的，啊，实际上呢。我们凡夫看到的，毕竟是凡夫境界。圣人所看到的不一样。圣人所看到的是，他们游戏神通，他们在舞台上表演，有表演正面的，有表演负面的，反面的教材。啊，对于弘法利生，特别是度缘成熟的人。都是菩萨实现的啊，这也是普遍存在一切世间啊。世尊有，历朝历代我们看到记载有，现在也有，而且很多。啊，问题是。我们会不会看？我们不会。为什么不会？我们的心杂乱的、浮躁的啊，所以心浮气躁，真相看不出来。我们看都把它看错了。啊，从这个地方体会到。诸佛菩萨，上天神圣，对于地球上的众生呢，真的是关爱啊，真的是时时在照顾。啊，问题是出在佛经上常说的“无始劫来”，这时间长远了，啊，时间很长了。啊，好，可以，时间很长。造的业太重太深啊，业决定有报，佛不能代替，佛不能给你赦免。为什么？自作自受的啊。如果这个灾难是佛给我们的，佛就有能力把灾难消除。啊，那灾难是我们自己造的，那佛也无可奈何。啊，佛已经尽到他的责任了。啊，我们听不懂，我们看不出来。啊，《大乘经》里面说得好啊。
这个宇宙从哪来的？宗教里面都有一个造物主。啊，每个宗教里面都有他们供奉的神，神神神，都说这个宇宙是造物主造的。那么每个宗教都有神，到底是哪一个神造的呢？啊，还是许多宗教这些神圣大家在一起造的呢？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问题呢？啊，佛经里面佛不是这么说的，佛说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每个人业力造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哎，这个是业力造的，啊，业有善念，有恶念，有善行言，有恶言，有善行，有恶行，啊，这个关系大了，啊，善业所造的三善道，恶业所造的三恶道，合起来叫六道。啊，六道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啊，今天我们课程里面有一个多小时，啊，介绍水试验，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水知道。水是矿物，真知道。啊，这个试验是十年前江本胜博士做出来的。啊，大概总有13、14年前的样子。那时候我住在澳洲。啊，好像2000年。然后悟平法师从网络里头下载这个信息告诉我，啊，我也看的时候我很喜欢。为什么？科学证明了佛所说的话，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水试验就是科学证明了这一句话，啊，佛经上常讲的，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果然证明了。啊，那么说明佛经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而且有高等科学。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宇宙的形成是个妄念，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无明生三细相，从三细相生六处相，啊，这个频率很高，速度很快。啊，念头是科学所讲的信息。啊，科学家也讲宇宙三样东西组成的，能量、信息、物质。啊，这些人也像非常聪明，啊，但是没讲透彻。啊，释迦牟尼佛在唯识经论里头讲得很清楚，啊，讲一念不觉生三细相，三细相就这三样东西，啊，业相、转向、境界相。业相是科学家讲的能量，转向就是科学家讲的信息，啊，境界相就是科学家讲的物质。名词不一样，讲的是一桩事情。啊，现在科学已经把物质现象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是这个宇宙的秘密被揭穿了。
啊，确实物质是不存在的，是假的。啊，真的像《金刚经》上佛所形容的，物质是梦幻泡影。啊，做梦的时候好像真的有啊，醒过来之后了无踪迹，啊，你再也找不到。啊，这个现象谜底被科学家揭穿了。啊，科学也很了不起。啊，但是这个被揭穿，佛在经上说过。啊，人头脑最灵敏的就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所圆的51个心所，没有他圆不到的。所以佛说用第六意识，这就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啊，用第六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那现在三细相第一个物质现象被揭秘了，还有念头啊，跟能量啊，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科学家会把信息是什么也揭穿了啊，最后也可能揭穿啊，最后的一个秘密就是阿赖耶的业相，现在讲的能量是怎么回事情啊，这个意识都能圆得到啊，那么意识能圆到的，我们今天讲的知识这个层面，它不是智慧啊，智慧那完全通达明了啊，所以诸佛菩萨大善知识他们用智慧不用知识啊，佛法圣贤之道都是讲的智慧，不是知识啊，智慧从哪里来的？本有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话，何其自信，用现代话说，没有想到我们的自信本自具足，本来自己就具足了，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本自具足啊，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你可以无师自通啊，不像知识，知识是外面的，是跟我们对立的，你可以去求啊，要学习你才会懂得啊，它不是开悟，开悟的啊，开悟是智慧，但是智慧里面有知识，开悟了，智慧现前了啊，这些技术的所谓雕虫小技那全在里头啊，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能大师这个五句话，它能够破除我们许许多多的疑惑，让我们的真心啊，真心现前，这个作用就大了，对我们的帮助就大了啊。佛菩萨神圣上帝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啊？差别呢就在迷悟不同，他们就悟了啊，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像佛经上讲的天道
怎么六道天道？天有三类，28层。啊，除了最上面无色界天，它没有物质现象。我们世间人讲灵魂，那是个灵魂的世界，它不要身体。为什么？身体很麻烦。啊，身体你看需要衣食住行，附带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是住的灵，没有身体，多好呢！啊，这些东西通通都不需要了。啊，衣食住行都不需要了。啊，没有这些负担了。啊，所以最高的是无色界天，有4层。啊，这个里面没有社会组织，啊，换一句话说，这4层天上没有上帝，没有神圣，啊，他们真的是自由自在，寿命很长。佛在经上说的，他们的寿命80000大劫，啊，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无法说清楚的，啊，下面这24层天，每一层天都有天主，都有天王，啊，我一般讲都有上帝，所以说上帝很多，那不是一个，啊，这些上帝的时候，他们层次不一样，程度高下不相同。啊，世界天佛宝很大了。啊，欲界天就是有饮食男女之欲，有这个欲望。啊，欲界有6层。啊，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什么时候你能见到呢？开悟就见到了。啊，大概一般讲的小悟、阿罗汉，六道轮回可以见到。啊，大悟是菩萨，菩萨等级很多，《华严经》上有52个等级。一层比一层高明，啊，那么呢，佛给我们讲了，真正能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的，就是把宇宙这3个秘密揭穿的，啊，他完全明了，他见到了8地，要8地以上，52个阶级最上面的第4个阶级，啊，8地、9地、10地。十一的等觉，啊，他们完全看清楚，看到了，听到了，完全晓得了，啊，那叫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之下的是大悟，啊，这个都是无私自通。啊，那什么东西障碍了我们觉悟呢？什么障碍呢？佛法常讲的5欲6尘，欲是欲望，啊，五欲指的是贪欲、嗔欲、痴欲、愚痴、傲慢、怀疑，这叫无欲。啊，另外一个解释很浅的，财色名食睡。啊，这一般是对凡夫讲的。啊，讲贪嗔痴慢疑，这是对修行人讲的。
啊，学佛人来说的，啊，七情里面最深的情执很难断呐，啊，七情里面有贪嗔痴慢疑，也有财色名食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放下，就变成障碍，就不能开悟。啊，所以学佛最关键的，要把障碍我们开悟的东西通通放下。你放下的越多，你悟入的就越深，这个东西管用。啊，所以今天同学们都在此地。啊，我介绍大家，可能我们这里有戒缘的这个小册子。啊，真正学佛，想在这一生成就，什么叫成就？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正成就，这是最高明的成就。啊，你真是一了百了了，怎么修？依照海贤老和尚的方法去修，我们有一本小册子，啊，南阳来佛寺三圣的勇士集，有光碟，啊，有文字，勇士集是文字，啊，这个东西多看，啊，另外还有一本。也是小册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啊，进修捷要是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做的，夏老往生之前最后的一个作品，啊，慈悲到极处是最简单的修行方法，便利我们现在工作繁忙的人没有时间修。他那个修的时候，每一天早课晚课相同32拜。啊，这个里面的意义啊，深广无际，没有边际。啊，我们学佛的所有一切的杂念啊，疑惑，这个小册子通通给你解决了。你把它看个10遍、20遍、30遍，对于净土宗的修学，对于整个佛法，绝对不会再有怀疑了。你的信心坚定了，你的愿心坚定了，啊，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绝对没有问题，啊，那一本书就是保证书，啊，看经听经你能够听得懂，你能够看得懂了，啊，这两本书我们有福报啊，得到了，啊，我们上一代的人都没有看到啊，没有这个缘分呢，啊，为什么海贤老和尚往生才3年？他没往生之前，虽然年岁很大，112岁走的，啊，他那种修行人家看不出来，没有人能体会到。啊，走了以后，这个秘密才被揭穿，我们明白了。啊，那么报恩谈是华严老居士，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啊，他是谈话，完全是谈话，没有写出来。啊，往生之后
同学把他这些东西从录音里头录音录像把它写出文字花了不少年的时间才做完成现在成为定本。没有福报的人见不到啊。定本是最近几年才完成的。我们会有福，真正有福。有这两样东西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我们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实在是太苦了。苦有因呢，造的业太重了。为什么会造业？无知。佛陀祖师讲经教学，为的什么？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苦乐怎么来的？如果你觉悟了，你就离苦得乐。你要不觉悟迷惑了，那你就得受苦头。六道三善道好一点，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啊。不可以留恋的。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他怎样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就是用讲经教学的方法让我们听明白了，听清楚了。他讲些什么？一句话，他为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只有真正大彻大悟的人能做到，不是大彻大悟他做不到啊。那我们的修学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真诚，我们一般讲老实、听话、正干。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老实的人？找个听话的人，没有了。三岁小孩都不老实，都不听话，那还有什么办法？为什么？他已经被学坏了。什么时候听话呢？大概出生100天。提露真常，他用的是真心。三岁已经从电视网络上，他学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已经乱了。乱了之后再恢复很困难，不是容易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众生难度啊。为什么难？学坏了。本性本善没错，习性不善。我们没有受到好的教育，所以从小养成了坏习惯。一生坏习惯做主，这怎么得了？坏习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业是什么？轮回业。干这个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这些人有福报，别人无法相比，我们就依靠这三本书，第一本《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第二本《进修捷要报恩谈》，第三本《海贤老和尚的永思集》，就够了。全心全力功夫时间都用在这三本书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如果你要问我，我没那么长的时间，三本书对我太多了，一本行不行？我就会告诉你行。哪一本？
进修捷要报恩谈，这一本就够了。啊，如果你说我还不能接受，我还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还能够短一点、简单一点，好不好？行，那就是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就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说四个字“阿弥陀佛”就行了。但是你要肯相信，你不相信没办法。啊，如何建立这个信心？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天你也不能中断，啊，那就看上一千遍了。啊，这一千遍看下去之后，一天念一万声佛号，这个不难，最容易修的。经本给我们作证。啊，夏莲老、黄念老给我们作证，你决定得胜，大道至简呐，到最后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海贤老和尚，他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还得了啊！啊，念多久呢？我看他的光碟，我看了几十遍呐。啊，我体会到了。他20岁开始念佛，念佛佛号就不中断了，一句接一句。啊，顶多3-5年，25岁得功夫成片。啊，30岁得四义心不乱，40岁得理义心不乱，理义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不会超过40岁啊。这是见学，慧能大师是顿根的，他24岁就证得。啊，海贤老和尚用一句佛号，顶多25年证得。啊，寿命那么长，我感觉到的，不是他寿命有那么长，他的寿命。我想想也不过就是70-80，啊，为什么活到100多岁？那是阿弥陀佛教他表法的，佛力加持，啊，不是他与朋友的寿命，佛力加持的，啊，他修得好，是一个非常好的样子，要他留在世间多住几年，啊，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给学佛的人看。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看，这真正普度众生啊！我们能遇到这三本书，这是我们之前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的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啊！我们遇到了，遇到要不成就啊，也不能怪佛菩萨不慈悲啊，怪自己懈怠懒散。啊，如果你真正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啊，3年就有把握了。3年走不走，那在自己了。我要像老和尚一样，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你的寿命就延长了。啊，你要想人生太苦了，我不愿意在这住了，我就走了，阿弥陀佛就带你走了，得大自在啊！啊，去留。完全自己可以能做得了主。啊，今年这一会，啊，很有成就，比过去几次成就都殊胜。啊，学佛上这个殊胜，我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机会，把这桩事情给诸位讲清楚、讲明白了。啊，那么对于社会各贡献的这个书生，啊，我们现在大师团里面许许多大师，我们越来越熟悉了，啊，越来越接近了，我们的想法看法都很接近，啊，一定要舍己
为地球，为地球上的众生啊，我们要做出更好的牺牲奉献啊，帮助地球减轻灾难啊，化解我们不敢讲啊，使灾难减轻，我们可以能做得到啊，把这个地球的社会啊带向永续的安定和谐，都有这个心愿，这个心愿是菩萨的大愿啊，是慈悲的愿望啊，是非常难得啊，大家有这样的愿望啊，我们会全心全力来协助大家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啊，要肯定经教是从自信流出来的，是真理，是值得我们深信不疑的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啊，宗教一定要以经典做修学的依据，不能够离开经典，离开经典那是邪教，打着宗教的名义啊，不是做宗教的修学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一定要依照经典啊，经典也有伪造的啊，我们要也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人骗了啊，我们依靠的是真的经典啊，不是伪造的，这样就好啊，我的话呢就说到此地啊，谢谢大家。